Cola 成軍過程的全新節目《我哋係 Cola》將會在星期一開始播映。今日 Cola 出席記者會宣傳，就講到節目安排八位成員一起去 station 是最難忘的。這個是挺深刻的，因為始終 spend shooting 的時間都是三日嘛，即係三日兩夜咁樣，咁就冇試過咁長時間對住其他七個女仔。我覺得係玩咗好多唔同嘅運動啦，因為有啲運動我哋可能平時未玩過啦，即係好似衝浪，即係我哋去咗衝浪玩衝浪，同埋玩排球啊、沙排啊。而今日大家竟然選咗阿 Day 做豬隊友，又點解會咁樣嘅呢？都是最論盡的隊友，他雖然是喜歡玩，但是呢其實他平時做運動應該是沒什麼運動細胞的。另外昨晚 Cola 擔任張敬軒的演唱會嘉賓，第一次上紅館表演，面對四面台唱歌都這麼淡定，原來是跟軒仔有關的。我們跳了幾次，然後他就說不如你們試試四分兩隊，四個在下面跳，四個就在上面，你們喜歡在哪個階層的單位看都可以。我們第一批看完之後，我的感覺就是看完他們另外一個四個跳，我再下去跳多次的時候，我自己是會知道哪些位置要再放大一點。我覺得我們都很興奮，而且其實最大的感受是軒仔很照顧我們，很照顧後輩，因為他都真的進來看我們很多次。即完數之後，他的聲音很累，都進來去鼓勵我們，所以很感動。而軒公在後輩面前更加自稱是叔叔。當 Cola 送禮物給軒仔的時候，軒仔的回應也都非常之搞笑。各位看看，而家啲後生幾有老人家心，好像去老人院探病咁。我呢個院有多謝各位義工。